更因为要遍地读者都能够理解啊，都能够记住，都能够将来得度。所以加入名词设义，把这个名词个名词什么意思，那个名词什么意思，意思啊解释出来，专门名词就解释出来啊，并附有两幅曼陀罗表，这后面有两幅曼陀罗表，这曼陀罗啥个意思？曼陀罗就是我们所说道场、坛场啊，圆满具足的意思。所以曼陀罗里面都是佛菩萨的和眷属在一块的圆满具足聚集在一块的，就聚集圆满聚集道场，就曼陀罗。所以我们修法的人，这个密宗啊，他都有曼陀罗啊。譬如这个修心中心法也有曼陀罗啊，他就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主啊。那个下面就是弥勒佛，弥勒佛的下面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下面呢就是光明童子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佛性坚定，所以光明童子啊像佛偷学了这个密咒之后啊，就能起大作用啊，以光明童子啊，是吧？那个两旁边就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四大金刚护法，哎呀，很多很多，是吧？就是坛场、道场啊，就是眷属聚集圆满，就意思叫曼陀罗啊。曼陀罗呢，一分几种曼陀罗，一分三密眼曼陀罗，一分大曼陀罗。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大曼陀罗，三密眼曼陀罗呢，是吧？三密眼就是四月一四，就是每一个佛菩萨他的四月不同。那个曼陀罗呢，就看见这个佛菩萨那的器界，这就手印不同啊，所以这样的不同。还有寂寞曼陀罗，就是四业曼陀罗啊，他本就这么四业，所以很多的这个种类。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与眷属聚集圆满的道场坛场啊。方位图，它有方位啊，东方是谁，西方是谁，南方是谁，北方当中是谁啊，无方无佛啊。为什么表无方无佛呢？因为要表示我们的智慧无大智，无大佛，表示无大智啊。无大智啊，就是我们的发现体性之处，重要最重要，就是我们本性光明。那个四大智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转我们的八识成四种智啊，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转第七识成这个平等心智，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转前五识成成熟坐智啊，是假发界体性智，是五大智，是表示，所以必中的这个法都是表法的，是方位。其实我们这个佛性啊，是一个大圆，没什么方术啊，但表法呢就有了。譬如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在我们世界的西面，是吧？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西面还有西面呢，是吧？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西面不是西方极乐世界是东方了吗？就东面了吗？这么说实是西方了吗？对吧？这都是表法的，不是说实说定了就不对啊。于是前进是脉络贯通了，了如指掌了啊，我们血脉经络都贯通了，是吧？这个脉络我们人生也是完全，这个做文章啊，这个写书啊，都要脉络贯通一样啊。我们用功打坐啊，都脉络贯通
叫脉络不贯通啊，也不行。但是呢，我们不能专门去搞这个脉络去啊，只要我们心真空，它自然就通了啊。因为上次我们讲了，我们人生当中啊，都阴极阳极，就是我们有这个电波，是吧？这个电波是有阴极阳极。就是在我们这个思想紊乱的时候，妄念多端的时候，这个阴极和阳极啊，它不分头，一个朝这边转，一个朝那边转，碰不了啊。就要靠我们做功夫，这功夫心真清净了，它自然会走到一道去了，哎，融合了，要融合，融合贯通，融合的时候它就贯通，说你的中脉、七经、八脉什么都通啊。但是不能你有心要求去通，你有心要求去通，你还是妄想，还是妄念，这妄想妄念就坏了，就阻住你的气脉不得通了啊！所以一切放下，它自然就通了。这部大法本为秘密部中最高无上的宝典，是为一大法界之自性本觉圆满之，即阿达尔玛普贤王如来之性髓，而为宁化生大师宁玛派，宁玛派的就西藏旧派，说成红教无上密宗里的大法，这部大法宝贵啊！啊，本来是秘密部中的最高无上的宝典。秘密部，这个西藏的密宗啊，它分九乘次第法，是吧？是九乘次第，九乘呢，就是外三乘、内三乘、密三乘啊。这个后面咱可以讲到，现在不多讲啊。哦，下面已经看到，嗯。它是设为一大法界的自性本觉圆满之，一大法界自性本觉，一大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自性，就是我们的法身。这个法身啊，是本觉圆满之，就是我们这个法身是不是后来才觉的，像本来是有大觉、伟业、圆觉啊，就是我们迷了、迷于实相，而忘记了我们这个本来的佛性。念祖大师不是说吗？佛性自性本质圆满啊，佛性自性本来具足啊，啊，它是圆满具足一切的 啊，所以它这个是本觉圆满智，它是圆满，它不缺少一点点，它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现在我们说众生不能不知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妄想啊，哎，天到晚的造作烦恼啊，颠颠倒倒的啊，假的当真的，真的当假的，是吧？乱七八糟的，所以这个智慧就遮掉了、盖掉了，哎，所以这个智慧光明发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做功夫呢，就恢复本来面目，就晓得了。就这部大法就是叫我们打开这个本来自觉圆满智慧，就叫我们在中阴阶段真成功报成佛的，成功佛了。我们修行啊，就真成三身啊，就法身、报身、化身啊。现在我们用功啊，就叫真法身、真法身、法身成就，这进而报身成就。报身是光明身啊，是吧？而这个法就是在我们放大光的时候啊，和诸佛的光合为一体，成功报身。所以这不是灭而又灭的大法，是叫我们圆成功这个自性本觉圆满之理。Okay.
郑成功这个一证大法界，大法界什么缘故呢？他居住十法界，是大法界。就是啊，达尔玛普贤王如来之心髓，这就是我们一个大佛啊，达尔玛佛，啊，达尔玛佛翻译成我们中文就是普贤王如来喽，就是他是一个在密宗讲来是一个最初成就的佛啊，在我们这个显教里，这个佛没有最初成就的一个佛，是无始无终，没有第一个佛，也没有最后一个佛啊，他就是一个大圆，哎，圆满了，没有第一个，也没有最后一个啊，所以这样讲呢比较圆满。有第一个，人家就问了，第一个是谁教他？大家是吧？啊，叫人问，天主教呀，天主教是上帝创造的人啊，那么上帝谁人创造的？是吧？那么就不是顶圆满。但是在密法讲呢，密法是讲实修的，是吧？他也很注重相的，啊，但是阿达尔玛法是第一种佛。其实一众人都是佛，并不是众人不是佛啊。那么有什么第一尊非第一尊呢？一众人都是佛嘛，是吧？就是哪一个佛立成这个教规呢？来教导众生呢？是吧？就是阿达尔玛佛，就普贤王如来。这本《中印救度法》是普贤王如来的心髓啊，是骨髓哦，这是精辟的不得了的，是吧？就像大魔祖师教导很多徒弟啊，是吧？最顶不动是考徒弟了，你的见地他的见地怎么样？哎，他说你得我的皮，你得我的骨，你得我的肉，哎，只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第二组啊，神光大师，哎，你得我的水的心水啊，所以成为第二组神光大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阿达尔玛的心水啊，是宝贝啊，宝中之宝啊，是吧？今天我们大家能听到，能够受持，这是无上的福报。而为宁化圣大师宁玛派无上密宗密地大法啊，宁玛派法多得很啊，这密宗的法多得不得了，是吧？哎，起用的正体的什么多得不得了啊。而这个法呢是最高之上的了啊，这个再错过了就完结了啊，这个错过了你也不能成就了，到六道轮回去了，是最重要的。他是直接叫你成道的，不是再间接的，不叫你转弯抹角的啊，修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比如现在藏密啊，你要修了好，先叫你磕大头十万八千，念四皈依十万八千，你白志明十万八千，你共曼达十万八千，叫你做这些，这些事情做这十几年把你做过去了，是吧？然后这些观想法，我上面不是讲了吗？初步的观想法，然后这些相应法，啊，相应法就分很多种啊，是专门抹角，而这个事情最后一种啊，彻底的。一下子就成就了，是吧？哎，经常能够听到的幸福日子哦，这幸运得很啊，啊，这么大幸运啊，听到这个话。听过的人呢，至少要明白九圣教义，具有余恰初步的自解，才能心应相合。
融会贯通，你是无碍，就是这样要求了啊、哦。听闻的人啊，听了这个法的人啊，也不是这个阿猫阿狗都能听懂的啊。哎，说要至少要明白九层教义具有愚浅初步的智解，要有相当的智慧才行啊。这个九层教义呢，就是讲到九层呢，我们解释一下九层呢，啊，九层就是外三层啊，外三什么呢？就是显教，显教的这个声闻、辟支佛和菩萨啊，这个三层就是叫做外三层。内三层就是它是四一部，四一部是最最底下的。四一部是什么呢？四一部就是现在正的地方。现在就是有什么灾难啊，修行什么法啊，正义就是给你加点利益啊，啊，你要发财呀、啊，给你发点财呀、啊，也是正义啊，啊！你要救度亡灵啊，把你亡灵超拔出来呀、啊，也是正义啊，啊！这就是现在正义的法，叫事业部，这是最最低下的啊。再上呢，就是行持部，行持部呢，就是修这个。初步的观想法，事业部还没修到观想法啊，修初步的观想法。譬如我们讲的那个普瓦法是观想啊，观七脉明点啊，是吧？哎，这个或者三脉七轮啊，是吧？这都是观想法。我们的这个净土宗也有观想法，哎。十六观经啊，就讲的十六种观想法，这个行持部。这一上呢，就是瑜伽部，瑜伽。瑜伽，我们翻译的中文那个响应，就是我们凡夫啊，信佛道教大乘也比较响应，我们做功夫啊。要言行一致响应，不是说的很多做的很少，说的高的不得了，说的一丈行不到一寸，做一点也做不到啊，还是贪嗔痴重的不得了，那不行，所以叫做响应。所以分这个几步，四一步，行止步，瑜伽步。这瑜伽部里面呢，还有无上瑜伽部，就最高的、最上的、最高最上的这个，还分三部，再分三部。它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持真言，就是我们持真言就念咒了。若定正入妙明境界，就是用这个密法来修正入妙明境界，这就是第一个，这个就是密三层的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玛哈亚嘎，这个亚嘎两个字啊，梵文呢就是瑜伽，藏文呢就翻它的多音就是亚嘎，这个就是密三层的第一个，就是玛哈亚嘎，就是玛哈亚嘎，玛哈就是大啊，玛哈是大，亚嘎呢就是响应，因为刚才说亚嘎就是瑜伽嘛，瑜伽是响应嘛，是吧？它的修法呢就是要证入妙明境界。所以这是
很高的为三层，这个下面的这个行止步啊事业步是观想法，是吧，是为底下，这个比较高，要有妙明境界。第二个呢就是阿诺亚嘎，阿诺亚嘎呢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就是这个圆满响应，阿罗亚嘎圆满响应，阿罗呢翻译我们中文啊就是圆满，圆满响应。这里就是明白本身就本来是妙明境界，这比高超了。一个是要有修法持咒观想接应正成功妙明境界，这个呢要明白本身本来就是妙明境界，换句话说本身本来就是佛啊，所以这比上面又高一层，它是圆满相应吗，马哈亚嘎过了阿诺亚嘎就圆满相应。最后一个呢就是阿迪亚嘎，阿迪亚嘎呢翻译成我们这个中文呢就大圆满相应，圆满相应是阿诺，阿迪就大圆满相应。大圆满相应呢就是说我们本身是佛啊，本来具足一切妙用啊，它是有它的法呢就是有大圆满心要，和我们所说的心中心的法沉沉入身的法，使得我们就能信佛道教大成一品，归无所得，一切都没有，归无所得，一切都没有。所以佛教是最圆满最彻底，就是一切都没有，一点都不足。而其他宗教呢总会有点铸造，总会有个东西的啊，因为你一切都没有嘛就有一切，你有一点东西嘛，一点东西做了下面就其他就不具足了，哎，就不能具足了。所以这个几个称啊就是外三层内三层密三层啊，外三层我们再重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罗汉啊辟支佛啊菩萨啊，这种外三层啊，内三层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一步行止步瑜伽步，那么密三层啊就是马哈亚嘎阿诺亚嘎阿迪亚嘎啊，就是九层教育，就是你明白这个九层教义，明白哦，我本身就是佛，为什么要明白呢？因为这个众生就是把成功报成佛的，你不明白这个疑虑啊，哎呀我是佛啊，好吗，不是吧，我是凡夫啊，哪能成佛啊，是你明白这个教义，哦本来就是佛啊，不要看低了自己啊，把自己看得是个凡夫啊，我们是不低凡夫啊，不能成佛啊，那坏了啊，那变成外三层，是吧，他是叫你明白这个教义。所以西藏这个密法到最后也是和我们禅宗所说一样啊，是吧，我们禅宗其实也是密啊，并不是我们禅宗是显教啊，密什么意思呢，密就是如来密因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楞严经讲了，是吧，大佛顶首楞严如来密因，修真教就是鸟依的这个经典，就是我们这个佛性啊是无相可见啊，无声可闻啊，无相无声之当中你要见到它，这是秘密，所以大佛顶是见不到啊，这是秘密啊，是吧，这如来密因啊，是密色，就是无法可见也，就自己心心相应也，就像这个慧明问六祖杨云啊，还有更秘密的吗，例如说密在如彼，如如说者就非密耶，秘密在你自己和你讲的就不是秘密啊。所以密宗密宗啊，是我们这个
禅宗最上层，我上次讲了，不得这个禅也分几种嘛，有凡夫禅，有小乘禅，是吧？有外道禅，是吧？有上乘禅，有最上乘禅，是吧？外道禅是在意气而修的，就是心外有法，它另外一个东西的，是吧？心上印下而修的，哎，朝上求，逃逸这个下面，它比较上下平等的，是吧？心佛道教打成一片，其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啊。他心上而印下，是外道禅。凡夫禅呢？凡夫禅他不是带意机，他正信因果而心上印下，是凡夫禅。小乘禅呢？小乘禅是悟了无我偏空之理而修的。哦，这三体不是我，那是偏空去了，是吧？菩萨禅呢，是大乘禅了。大乘禅是菩萨修，菩萨晓得，哦，法无二空，真理而修，法也没有，人也没有，都没有。最上乘禅呢，就是哦，我本身就是佛，佛就是我，如来自性，我们一点不缺少。和佛一模一样，是吧？佛就是我就是佛，这样子修的就是最上正才。那么他这个修面下面说的这个大圆满，是吧？也就是指导我们，你就是佛啊，佛就是你啊，所以大手印就是没有手印了啊，还有什么手啊？就整个虚空是你自己手印啊，整个法界就是你的手印。所以密宗讲最高和我们禅宗是通气的，一鼻孔出气，所以你明白这个九正教义啊，才能懂这个中阴救度法，不疑惑，不然你要疑惑，因为他这个是最后要你成佛啊，要成报成佛的，不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算数的，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次一等了已经。讲到后面就知道了啊，现在说我提醒一下。具有瑜伽初步的智慧，才能心印相合，永会贯通，你是无碍。要明白这个道理，是吧？你就是事，事就是你，是吧？你就是我们的法身啊，你离体无相可见，事有实相可见，你是无碍呀。这些人不说了吗？那么事是有相的啊，那么金刚就是三十界是虚妄啊，那么我看你像是假的啊，啊不是真的啊，那么你有爱了，你是有爱了，你是无爱啊，你不执着，事是妙用啊，事就是我的本性所显现的妙用啊，事就是你，你就是事，你是不二，所以我们佛教是不二法门吗？你怎么想爱了啊？你执着的事那坏了啊，你当真的执着了啊，他没有真的啊，他也没有假的，假就是真，真就是假，不要分啊，分真分假，分就分不清啊，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哎，事相现前就是我的心，看见这个茶杯，这个茶杯就是佛，看见是凿子，这个凿子就是佛，为什么？这是我的离体所显现的啊，离体所显现的事相啊，没有我这个离体哪里这个事相啊，是吧？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你是无碍了，你是无碍了嘛，你们做事的时候就不要妨碍了，就不要执着了事而忘记离体了，追了这个事相上，追着要这个东西而忘记了，这是假的，不可得的，啊，是我的妙想，
妙用行现的，是吧？哎，着什么相呢？是吧？也不要追逐了，是吧？但是我们的缺点就是追逐这个事，物质，哎，追求享受，啊，向人家看齐，人家有我怎么没有啊？啊，要达到目的啊，不择手段，那么坏了，闯祸了，不要向人家看齐啊，都是假象啊。他做皇帝也是假象啊，啊，不可得，一下子就完了，是吧？所以你心就空了，你实质就见性了，不做相了。一人自己说，哦，这实质见性了，啊，我烦恼一来的时候，我还让他照顾他。哎，我说你这个实质见性了，你实质见性了，怎么还有烦恼来的时候呢？你实质见性了，没有烦恼来的时候啊。你烦恼来的时候，你没见性啊，是吧？你烦恼来了吗？你见的什么性啊？嗯，你是见性的时候没有烦恼来啊。哎，所以都是大话，是假话，啊，嗯，所以我们要时时用思性来考验，不是用这个是道理的考验，道理说的对没用处，到思性里就没有了，啊，这大会告诉你是什么，那是药水功，假的，等于水一样的。碰到火就废掉了，没有了，哦，不行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思想离体是一致的，时时要督促自己，时时要锤炼自己，哎，才要住相，赶快打，你怎么又着相了，哦，赶快放下，哦，归于本来，要贵无所得，哎，他这个个阿迪亚嘎就是要贵无所得，哎，一些都没有。你讲了，例如本经中诸佛双生或饮血裸体化身的愤怒形象，何为果中佛陀所怀疑？要知这种种形象是表法的，也是人们从本以来发而如是的道理。好，这里要讲一讲。他举例子啊，哦，本经中诸佛双身或淫血裸体化身愤怒形象啊，这个双身像啊，为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很多人看过说，哎呀，这本经倒是很好，这双生相干什么啊？还是裸体双生相，哎呀，不好，这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是这样。我们这个色身从来啊，就怎么来的呢？这个楞严经就说，一切众生都为淫欲而生性命，刚才我们稍微讲了一讲，都是我们自己的淫欲性存在，在中阴阶段它还是有淫欲，它并没减少，看见你有一点父母同房的时候，它的淫欲性就动，它就飞过去，是吧？所以顺从淫欲来。你像鸟呢，鸟走呢要成佛啊，要脱离这个生死轮回啊，还从此出，就从此来还从此出。这真鸟啊，啊，你这淫欲性还动啊，就是不得了，这是表法的，就是从这里来的啊。你看这个双生相不能行动啊，一点不能动心，你成真鸟，不然的话你不鸟。这个双生法是表示我们顺从此来，鸟从此出，一二，我们在这个欲当中
要脱离有漏，这证是了啊。在这个当中脱不了，离不开，你不是真了，那是你嘴上所说的，你碰到这个事情你就不了啊。所以密宗有双生法的修法啊。莲花生大师讲了，这个法不能轻视，就轻轻轻易易的试试看。哎，我们男女两个人来试试看，那不行不行不行。这里有两头蛇，这个蛇的两个头，一头就是自身体超生，一头蛇是下地狱。为什么呢？你动一动心就下地狱，所以不能轻视啊，是要明白这个道理。是现在多读怪象不能动心，哎，看见这个双生相千万不能动心，哎，所以不能够轻易尝试试看的。是很多人错误了，他要行他的这个淫欲，他欺骗别人，哎，来呀、啊、来呀、啊，我们那个鸟生死来和你修个双生法，不晓得你不是小鸟生死，你下地狱去了啊，下地狱了。事实上不在理论上啊，就事实上能鸟啊，这理论上鸟不是真鸟啊，假鸟啊。啊，这个楞严经里讲得很清爽啊，他说肉体相成味同嚼蜡，嚼啊，对嘴边咬东西啊，吃东西啊，嚼啊，嚼嚼什么？嚼掉蜡，蜡是蜡烛油啊，蜡烛啊，蜡在嘴里嚼，你有味道吗？一点味道都没有，味同嚼蜡，肉体相成啊，就脱光身体啊，相成啊，在你面前啊，双生相啊，你动心吧？哎呀，你动心你就完了，是吧？所以说是最高的你是事实的考验。不是儿戏，还有佛是应众生之心而显现的，佛是没有定相的，没有定相，这些是应化相，要化出你啊，看看你是不是能有这个定业。啊，是在忧乐当中而入定啊，这个叫忧乐定。所以我们在修法当中啊，有空乐明三种显现。空啊，我们这身体都化空了啊，这都没有了。空乐，快乐无比，这个当中不是没有知觉啊，喜乐无穷，就是不是世界任何东西能比喻的。明大光明啊，多稀奇！所以这个里面也是讲的大光明先生嘛，啊、哦，做功夫做到的，应当看到空乐明，你见到的。假使我们住在空当中呢，做相做空，那么就不超出空间，就时空天超不出。假如我们住在这个明上。是不出实践，这乐上是不出欲界，乐是欲界，不是实践啊。这在这个乐上是欲乐，就隐喻性的乐，欲乐，这个乐就不出欲界。哎，在住在明光明上，就不出这个实践啊。所以我们一点不要住。不是没光明啊，光明很大，所以我们禅宗一个公案嘛，啊，一个和尚修得很好，哎，如朗月当头，就时时刻刻像一轮大月亮照在头上一样光明。所以王阳明大师啊，是吧？王阳明是宋朝这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啊。他也做到朗月当头嘛，啊，时时刻刻的这个想法，
八月中秋的月亮照头顶，是吧？是放大光明了嘛，是吧？那么这个和尚啊，就问这个朝鲜族，朝鲜朝东宗啊，东山的徒弟啊，朝山啊，他师父啊，我、哦、哪位当头是如何？朝鲜说，又是阶下汉，你看虽然没升堂入室，你看这是阶阴之下呢。哦，我的疑问很好了，我哪位当头了嘛？哎呀，他是听师父慈悲经上见，月落相见，是的，月亮落掉可能想见面。你们听听看，月落相见是不是月亮落掉就没有黑暗了、啊？不是的啊，就是说在光当中啊，不觉得有光了啊。如鱼在水，不知是水；如我们在空气当中，不知道是空气了。不住着了，光明大放，不住着光明。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是住着，你住着光明，不出世界；住着快乐，不出有界；住着空间，住着空，不出空间，是吧？我们就注意有空乐明三种，都是要境界，就是不住着，啊，就不住了，住在上面就不行。所以意思是这样无助。这个放生和饮血化的愤怒形象，为什么要饮血呢？为什么先愤怒生呢？这是不谋的。我们说佛成就啊，有两轮生，一种正法轮，一种是教令论。正法轮呢，就是我们说正法啊，这法轮常转嘛，正法轮。一种是教令论，就教一些众生，令一切魔外都归于佛道来，叫教令论，就信愤怒生不魔，饮血愤怒，叫你魔王看见害怕，不敢扰了我。叫做明王，愤怒神叫明王神，光明的明啊，国王的王叫明王神，啊，愤怒神，佛所显现的神，就起用起作用的都是表法的，这些一切都是表法的，叫你看见这些法，不要住相，这凡夫叫空吗？不用就好用了。都是空啊，不要住相啊，空并不是没有相，所以这一点要注意。所以人问说，哎，我就反正讲是皆是空嘛，为什么没有相呢？不是空就是没有相，不对了，那是断没相了，那断没空了啊，相也没有，不是断没有嘛啊，我们要起妙用呢，我们说这空是妙有真空，所以这空又分几种啊，我们凡夫是相对空啊，就有对空讲的，这杯子这里是有，杯子拿掉是空，哦，杯子有水是有，水倒掉是空，空杯子是吧？相对的空啊，这个外道是断没空，他修的、啊、没空空了，没死掉烂掉了，哦，这是空了空了没有，是吧？有相就不对了，这个相就有。有相就不是空了，这断没空啊，这错误的，所以把这个事情不要弄错了啊，就反正讲是有相土这个虚妄嘛，这个相土不要有，都这个房子也不要烧掉好了，是吧？衣裳也不要有脱掉好了，山也不要吃空掉好了，不是的啊，这个空是二正数真的空呢，是邪法真空，邪是分析啊，为什么呢？他分析了这个四相是四有相的哦，四相是假的是吧，我们的法身是真的是吧，就法我一个法我了是吧，他离开四相那这取法我是骗空啊，骗空，这是邪法真空，他把这个色法和心法
分成两个两部分，特别是色法就是心法，心法就是色法，是吧？因为我们分别是可以分别的，有形体的，那有形象的，有颜色的，啊，可以见到的是色法，颜色是什么？心法呢？心法是没有形体，没有形象可见，就是我们的思想，啊，这是心法，是吧？他会这样分解吗？他把它分成两个，他不知道这个色法就是我们心法所显现的呢，是吧？所以他不明白的道理，就是心法真空。菩萨呢，初地的菩萨，就初门菩萨，不是这个天台宗嘛，是华严宗嘛，他们都分五教是吧？天台宗分藏通比约是吧？小乘藏通比约，华严宗也是分十种顿觉跟小乘，也是五教是吧？所以到了通教是初闻菩萨，这个实教还是初闻菩萨，那么就说叫体发真空。那叫体发真空呢？他就认识到物体本来没有自体，当体即空，不要离开这个假象就是空，就杯子这里不要把杯子拿掉就是空，这就是空，因为这个杯子本身没有啊，是因缘说成法，我说就是空啊，是吧？这杯子本身有吧？这个外面嘛，这个壳子包起来，里面嘛，这个玻璃做个袋合起来，做了个杯子，杯子本身没有啊，哪里本身有个东西啊？这个房子本身也没有啊，这个凿子本身也没有啊，都是因缘说成法，不要离开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空，他理解了。就不要离开物体来修行就是成功，一个二乘呢罗汉就是离开了色体来修成功，好，他还没有理解空是空啊，这个物体啊本来是空是不错啊，但是这个物体有用啊，有妙用啊，是吧？它是偏空啊，它是物体本身就是空，它是物体有妙用呢，是吧？就比如说五蕴法，我最坏了，色受想行识，色色受想行识啊，这是识。这个五蕴啊，是五个坏东西，是遮蔽我们本身光明的不好东西。所以我们要照破五蕴皆空，破。翻过来，五蕴是妙用啊，好用的，是吧？我们成熟做事啊，就成立去事业啊，去利用五蕴啊。你看释迦佛降生了。啊，哎，降生之后啊，现一个大好的身体，哎，说是哎三十二相八十正好，是吧？舍就是相嘛，是吧？舍他接受众生啊，要救度众生啊，哎呀，我要摄受广大众生，佛菩萨都摄受广大众生，不离开众生，不放手众生，是吧？摄受想。他说法就经过他思想啊，是吧？这个众生给他说什么法，那个众生说什么法，不同啊，众生根基不同啊，是吧？要是不同的法，行行就行为啊，做事啊，行止也不同啊，是吧？今天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啊，来度脱众生，明天在另在一个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来度脱众生啊？还有这个众生都无缘，是吧？我另外叫一个有缘众生去给他说法。你别看佛说法和佛无缘的，他不要听佛说法，佛说最好了，他不要听。佛另外叫一个两个去听啊。这个一个成东老母，佛和说法他们两个儿子母亲。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他不要听哦，哦，你不要听啊！我在这个水缝当中现身给你看，哎，我也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哦，
哎，佛说，哎，你对我无缘呐、啊，我另外叫个童子来和说法，哎，他倒接受了，是吧？这个行持也不通啊，是吧？十，知识啊，哎，这不要啊，要识得众生根基啊，不是众生根基怎么说法，是吧？所以这个无因不是妙用吗？所以这个菩萨还是体发真空不究竟，哎，要佛的这个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有就是空，空就是有。哦，这在究竟啦，是吧？这明白这个道理，是一切事相啊，都是表法的，不可是着实惠啊，着实惠就坏了。因为这个我们要脱离生死轮回，要成就佛道，是吧？它就是表法阴阳合体生出来的，是双人法啊，是双人这么许多意义啊。辰光已经到了啊，今天讲到这里吧，下次再讲。不觉得就很快这样讲到，哎呦，这个三元体啊，还有两点讲讲三元体。我们这说明啊，下面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事迹我们不讲啊，你们自己去看啊。哎，有这样讲的是太费时间了啊。我们这个讲完了之后就讲这个了，就讲要讲的卷头语了啊。下面这个我们这次三元体讲完了，要讲卷头语了。